地理層啦，我就見到我哋嘅學世者行咗第一次考核禮，呢個禮拜應該都有第二次嘅考核禮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今日嘅福音都講關於一個生出嚟嘅盲眼嘅人得到治愈嘅福音。佢係從來都冇見到嘢嘅人。當耶穌醫好佢之後，佢會第一眼就睇到耶穌，覺得係佢係天主，有天主嚟嘅人。但嗰啲自認為係宗教領袖嘅人，反而體會唔到、見唔到耶穌係由天主嚟嘅，好似當日當事人咁啦。啲門徒都認為嗰個孩子睇唔到，係我哋傳承嘅福音，就嗰啲門徒問耶穌：點解呢個人係一出世係睇唔到嘢？係咪佢自己嘅過錯，或者佢父母嘅過錯造成？所以問耶穌點解佢係咁？喺我哋嘅生活當中遇到一啲病痛、唔好彩嘅事嘅時候，我哋都好容易諗到係天主嘅懲罰，或者我哋做錯啲乜嘢。耶穌話嗰個人係失明，唔係佢自己或者佢父母犯罪，而係為叫天主嘅工作喺佢身上顯揚出嚟。同樣為我哋每個人都得到呢個信息，但我哋覺得生命冇乜意義，生活極之空虛嘅時候，要記得為我哋每個人，天主有唔同嘅計劃。講翻福音，有一個人係盲，意思佢睇唔到嘢，佢係黑蓋，即係話佢冇咩其他人，冇朋友，因為個個人都認為佢係一個罪人，需要避開佢。但係遇到耶穌之後，佢就能夠睇到有翻人嘅尊嚴，就成為耶穌嘅門徒。就算佢喺黑暗中過，不過可能佢係喺生活於光明中，因為耶穌係世界嘅光。我哋啱啱聽到之後，係三個孩子嘅福音。嗰個孩子點樣被耶穌幫助揾到信仰，獲得新嘅生活？耶穌用向我用同來醫好孩子嘅眼。有啲人會覺得過程
係有啲滑達，因為用口水。但係呢度係令人記起當初天主點樣用嚟創造亞當。而孩子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物，耶稣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男人，新的人。耶稣叫那个孩子在使徒行水池里面洗水，这里就是姐姐洗礼，后来连他的朋友、邻人都不认得他。我们就应该好像福音里面的孩子咁，要好好改变，不要再似以前的旧我咁，那个人讲了几次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，是全息福音全息的，我们听到看到他和我们问他的人讲了三次，是他是之前问的，遇到耶稣之后现在他看到，但是人家就相信，尤其是法利赛人不认为耶稣所做的是来自天主。当那个人出初见到耶稣，他都不认得耶稣的，但是后来他终于认出耶稣，更加愿意成为耶稣的新的门徒。在这里耶稣的门徒即是那些认识耶稣，知道耶稣是天主，是救世主的人。福音的是特别的福音，为后世者来讲是好适合，他们在准备着领世，他们都很愿意见识耶稣，认得他和跟随耶稣。同样福音都是很合我们 以领众神的人，福音里面的朋友可以代表我们每个人。我们都曾经试过盲目地在黑暗中沙漠生活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生活在福音的光明中，正如在圣保罗讲过，就是你们原是黑暗，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，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中之子一样。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、正义和诚实。不过我们现在有时间的还有很多未认识主耶稣和他的福音的人，我们特别为这些未认识耶稣的人祈祷，都是为我们的后世者，你们祈祷。